这里是鼓楼办事处河东园木材检查站。20多年前，这里还是大片的农田，只有为数不多的几户人家，张先生就住在这里。1999年11月5日清晨，张先生准备外出办事，一出门就看见一辆出租车停在路边。我就过来一看，看车里没人，那个计价器上面还显示的有300多块钱，具体数字也记不清了。300多块钱，我就一看车里一个人都没有，看到车里有很多血，我发现那情况不对，我就当时我就打个电话报个警，就停车就停在这个位置，就在您现在站就站那个位置。那个车是什么颜色的？你还记得？红色的嘛。车门没有上锁，车主不知所终，车内还有大量的血迹，这一反常的情况引来了不少周边的群众围观。尽管大多数人都不清楚这辆车是什么时候停在这里的，但也有人曾在11月4日的晚上看见过这辆车。头一天的晚上，那个车过来的时候，他看见那个车，当时拦了一下，招了个手，招了个手，车子开到这个位置，他把手一招，那个车停了，停着把灯一关，他看那个车不走，他就自己走了。具体没有看到是谁停过来的，也没有看到乘坐这辆车的人员或者说驾驶员是什么样一个状态。聚焦一线，直击现场。接到报警后，侦查员立即赶到现场展开调查。经过查询，这辆车的车主叫娄某。娄某的丈夫说，娄某曾就职于麻城市某企业，下岗后呢，自费买了这辆车，每天上午9点钟左右出门拉活，下午5点钟左右收工回家。但是11月4号这一天，娄某在上午出门后就一直没有回来，家里人谁都联系不上他。那么娄某现在到底在哪里？他究竟遭遇了什么？车上为什么会有大量的血迹？11月4号当天，谁是最后一个乘坐娄某出租车的人呢？一起进入今天我们关注的事件，了解他的来龙去脉。荒山野岭惊现女尸，身份不明，是从公路上扔下去了。停放在路边的车辆无人认领，看到车里有很多血，惊人的枪响，染血的指纹，他是从哪儿来的，到哪儿去，我们一无所获。暗战一线正在播出。经过细致的现场勘查，侦查员从出租车内提取到一枚带血的指纹，除此以外再无其他有效的痕迹物证。当时以现场为中心，以5公里为半径，对周围进行的走访调查，寻找目击者、知情人，就开展了这方面的工作。当侦查员走访到严家河镇大朱院村的时候，一位村民给侦查员提供了这样一条线索。当年是一个土路，现在地形地貌发生了好大变化。在我在下面干活的时候，听到那上面有枪声，在路边中间停了一辆面的车，但是因为听到枪声，有点害怕，没有敢上来看。后来过了一会儿，那个车子就沿着那个方向，跑到地面，沿着地面那个展望窗那个楼再绕出去的。这位村民听见枪声的时间是11月4日的下午，他看见的那辆面包车与娄某名下的车辆特征高度吻合。结合车内出现的大量血迹，侦查员分析，这应该是一起重大刑事案件。因为车主娄某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家属也非常着急，民警带着家属多方寻找，也没有找到本人。
位于原张广河乡的麻章公路四里岗路段，是江师傅每天上下班的必经之路。1999年11月6日，江师傅像往常一样经过这里，却看到了令他至今印象深刻的一幕。我下班回来路过这个地方，发现这个地方有一件新衣服，还是个新衣服。新衣服。我坐在这，我都好奇，我都再继续往外看，发现似乎是有一个人。在哪个位置？这个位置。就是这个位置。大概离路边有多少米？八米的样子。八米。七八米的样子。七八米远。当时这下面是跟现在有什么区别吗？没有区别，就是这个样子。就是灌木丛。因为这个地方险要得很的，不容易下去。当年这里还是条土路，道路旁边也没有护栏，由于路边坡度陡峭且有灌木丛遮挡视线，江师傅看不分明，于是急忙到原张广河派出所报了警。接到群众的报警以后，原张广河派出所民警，也就是现在的三河口派出所民警，就跟群众一起到了现场。现场就发现一个人在下面，然后经过当时的民警去确认，发现是一名女性。当时是已经确定这名女性是死亡了，对吧？对。这名死者年龄在40岁左右，身高在1米65左右，体态微胖。侦查员分析，江师傅看见的那件红色外套，应该是这名死者顺着陡坡滚落时被灌木丛挂住遗留在路边的。民警联系这个出租车司机娄某的丈夫，还有他的一些家属，对这个发现的这个女尸进行了辨认，家属确认这个死者就是娄某。娄某的颈部和头部有贯通伤，经法医鉴定，这应该是枪弹所致，死亡原因是严重颅脑损伤致死，而那辆被遗弃在路边的出租车内的血迹正是娄某本人的。这个地理位置非常特殊，尸体是怎么到了个灌木丛的？初步分析是从上面，是从公路上扔下去的。他是开了枪以后往前走一点，先把尸体抛了以后，然后又往回走。往回走再停车子的，所以是三个现场。据娄某丈夫回忆，娄某每天出门的时候都会带一些零钱，便于给乘客找零。然而案发后，不论是在娄某的身上还是车里，侦查员都没有发现任何财物。这个女司机其中一只手上无名指那个位置有类似于戒指被拔下来那种痕迹。很明显，嫌疑人的目的就是图财。案情重大，麻城警方立即将案件汇报给黄冈市公安局和湖北省公安厅。这个案件性质确定为持枪抢劫杀人案之后，专案组就迅速划定了那个侦查范围，确定了侦查方向，对被害人娄某近两天的生活轨迹进行还原，看能不能从中发现一些可疑的人事儿线索。与此同时，侦查员围绕这三个现场的周边展开更为细致的走访，寻找有价值的线索。当侦查员走访到距离百姓听见枪声的现场大约2公里外的一家小卖店的时候，小卖店的老板提供的一条线索引起了侦查员的警觉。小卖店的这个老板描述的就是说是2男1女，一个高一点，一个矮一点，一个就是其中矮的那个稍微胖一点，20多岁，糙外的口音，穿迷彩服，然后这个女的大概14、15岁这个样子。这三人购买了一些水和零食，
其中个头较矮的男子问了小卖店的老板一些问题之后就离开了，时间是11月4日的上午。小卖店的老板之所以记得他们，是因为这里基本都是当地村民，很少有外地人出现。他们就觉得这个地方比较偏僻，没什么人，车子也可以开到这里来，就问，哎，这个地儿，这个地方叫什么？叫什么村呢？什么路段呢？他们就把名字记下来了。龙某遇害是在11月4日的下午，侦查员猜测，这两男一女很可能是在11月4日的上午进行踩点活动，他们有重大作案嫌疑。由于麻城市地处湖北、河南、安徽三省交界处，交通便利，侦查员分析，他们应该是外地人流窜作案。对整个麻城周围的那种有，尤其是城区以及周边乡镇的，有前科劣迹的，抢夺啊、抢劫啊之类的前科劣迹人员进行一个目的排查。同时，侦查员对麻城市一些外来人口相对集中的区域，火车站、汽车站及一些大大小小的旅馆都进行了重点排查，却没能查到任何可疑人员。唯有的线索就是这枚血指纹，也没有比对出嫌疑人身份。这三名嫌疑人从哪儿来的，他哪儿去，我们一无所获。这个案子呢，受当时的条件限制，没有更多的可以支撑这个案子的侦破工作的一些基本的条件，一直都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案发后，麻城警方向全国的公安机关发布了协查通报。只要听说哪里发生了类似的持枪抢劫杀人案，侦查员就会立即前往进行核查，希望能够发现线索，但始终没有丝毫的收获。时间转眼到了2011年7月，随着公安工作逐渐信息化、科技化，本案终于有了重大突破。当年侦查员从死者车辆里提取到的那枚血指纹比中了一个安徽籍名叫张某的男子，三名嫌疑人中的一人被成功锁定，在另外两名嫌疑人依旧身份不明的情况下，抓捕张某就成了破获这起案件的关键。那么张某现在究竟身在何处呢？我们来听听本案涉及的相关各方声音，解开疑问，还原真相。伪装身份，嫌疑人行踪成谜，多方查证，侦查员千里追逃，暗战一线正在播出。案件的侦破工作立即围绕张某展开，侦查员首先赶赴张某的老家，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对他的身份进行核查。他在部队服过役，而且还是通信专业，退伍以后又在北京从事保安工作，他从一个普通的保安员干到了保安队长、副经理。后来那个保安公司是解散了，解散了之后他就自己成立了一个公司，自己当老板。奇怪的是，张某到北京后就跟之前的朋友完全断了联系，与新的同事和朋友交往用的也都是假名字。就在侦查员准备赶赴北京对张某进行深入调查的时候，更为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他就把公司遣散了，把公司的资产变卖了，把人员都遣散回老家了。他公司也不是破产，也不是说经营上出了问题，就是很突然。做完这些，张某与妻子办理了离婚手续之后，就像人间蒸发一样失去了踪迹。无奈之下，侦查员联系上了张某的前妻，并对他进行了询问。
张某告诉他说，我十几年前的案子被公安机关发现了，现在正在查，你不要管我了，你把孩子照顾好。这就进一步说明我们调查的这个张某就是这个犯罪嫌疑人的其中之一的。侦查员对张某的家属、北京的同事朋友以及曾经的战友等一些能够查到的关系人都进行了秘密布控，并对张某进行了上网追逃。基本上每年我们在重要的节点，像他的父母亲年纪都比较大，父母亲生病期间、儿女结婚期间，还有这个春节啊，这些重要的节点我们都展开了行动。这个人反侦查能力太强了，我们各种手段可以说都穷尽，但是那段时间效果一直不太好。转眼又是几年时间过去了，2019年4月，黄冈市公安局组织成立了1999114命案侦破指挥部，由黄冈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上官福令担任指挥长。黄冈市公安局和麻城市公安局抽调了多个警种，大量警力协同作战，再次投入到案件的侦破工作当中。主要是围绕这个犯罪嫌疑人呢，他的生活圈、这个亲戚圈、朋友圈、工作圈，我们都进行了一个广泛的梳理。我们因为这个人他是一个社会人，他在这个社会上生活，他毕竟还有一些千丝万缕的一些联系。侦查员反复查阅案卷，重新梳理了张某所有的社会关系，并对他曾经用过的银行卡、电话卡以及他曾经的生活轨迹进行了查询。案发以后他资金都没有动他的轨迹也没有显示他就没有交通出行的这个记录然后切断了与所有的朋友之间的联系这是我们第一阶段基础工作得出来的一个结论。由于工作的关系，张某曾经的活动轨迹涵盖了山东、江苏、四川、福建等9省17市，侦查员立即兵分多路，对每一个曾与张某来往过的人都进行了秘密摸排，试图从中获取一些线索。通过这一系列的工作我们认为这个犯罪嫌疑人呢，张某没有洗白身份也没有使用自己的身份证件那他这么多年他一定是使用伪装的身份或者是掩护的身份藏匿在某一个地方。2019年7月24日，张某被列为公安部 A 级逃犯。 A 级通缉令公布后，侦查员对张某的追逃工作由暗转明。我们首先呢对犯罪嫌疑人的前妻进行调查走访和这个询问他的前妻就谈到这个犯罪嫌疑人呢在北京开办公司期间，曾经有一名跟他关系比较暧昧的一个女性是一名福建籍女子。早在2011年，侦查员就在北京警方的协助下查询过张某所开办的公司的人员名单。公司里的第二大股东陈某正是福建人，但那时公司已经解散，陈某也离开了北京，回到福建老家发展。那么陈某与张某前妻提到的那名年轻女子是不是同一人呢？他曾经在北京工作期间，这个张某主动的接近他追求他说自己准备离婚然后他们就开始谈朋友但是呢这个张某呢行为举止还是比较反常。他善于蒙人，他跟陈某说，好，我有点事儿不能说。什么事儿？打架的事儿，为朋友吃饭喝酒扯皮打架的事情。陈某回忆，张某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更换一次手机号，出行时不论距离远近都是自己开车。
2011年，陈某离开北京后，张某还曾开车去找过他两次。陈某法院在最后一次与嫌疑人张某见面的时候是在北京，这个时间他记得很清楚，2016年的平安夜，第二天嫌疑人张某还带陈某到北京的一个福利院做过一天义工。由于张某频繁更换联系方式，陈某无法直接与他取得联系。陈某离开北京后，每一次与张某见面都是通过一个名为孙某的中间人。得知这个情况以后啊，我们专组又赶去接触了这个关系人孙某啊，然后从孙某的这个手机里面啊，我们查到了他存的一个化名叫王辉的一个人的手机号码。但这个手机号码2018年就已经停用了，之后孙某与张某也断了联系。因为我们之前掌握他的信息就是在2011年和2012年，通过这个公开的调查呀，我们把这个时间缩短到了2016年、2017年，啊和2018年。孙某并不知道张某的真实姓名，因为张某随身携带着一张名为王辉的身份证，多年来他都是以王辉这个假身份与孙某交往的。这应该是个真身份证，但是他在用，他也不住店，也不坐交通工具，反正就拿在手上被查呗。你比如说碰到公安机关迎检要查他，他是查身份证的，这个身份证递上去了，反正跟他长得有点像，问他就说我按身份证上的名字，他就报。他有可能是第一个是捡了别人身份证，第二个是他有意的获取了别人的身份证，然后拿来为自己用。张某曾使用王辉的身份信息在一家足疗城办理了会员卡，侦查员调取了他在办理会员卡时登记的手机号码，却发现机主是一个四川籍名叫阮某的女子。这个阮某呢，曾经在一家洗酒城里面打过工，通过我们综合分析，也应该是他的情人之一。与此同时，根据陈某提供的线索，侦查员对张某做义工的福利院也进行了调查，并从福利院的相册里提取到了一些义工的合影照片。经过仔细比对，侦查员从众多的义工中成功找到了张某的身影。我们当时很兴奋啊，对这个张某啊，我们可以说我们都没有啊获取到他的有效的一些直接的信息啊，甚至连一个像样的正面照都没有。除此以外，侦查员还有另外一个重大发现，张某的身边多次出现了同一名女子，这名女子正是阮某。但是阮某已于2017年辞掉了北京的工作后离开，与张某的联系也就此中断。我们对阮某的发现就是进一步坚定了我们的信心，就是说这个张某在北京，他身边肯定还有女人。我们是从零碎的信息当中去分析、去挖掘、去整理、去判断、再认定的。他是不断的在换这个情人的。对，在不断地在换他的掩护人员，这种掩护人员都为女性，而且把这些女性都发展成为他的情人。靠什么？一靠钱，第二个靠甜言蜜语，靠花言巧语。根据侦查员目前掌握的线索，从2011年到2018年间，张某一直利用他人为掩护藏匿在北京，对这里非常熟悉。他不敢使用自己的真实身份信息，出行十分不便，因此侦查员推断张某继续藏匿在北京的可能性很大。随着调查工作的一步步深入，侦查员发现张某在不同的时间段
用不同的身份与人交往。为了躲避警方的打击，他频繁地更换联系方式和藏匿地点。可是有一点始终没有变，那就是张某的身边一直都有一个女人。根据这个思路，侦查员再次对张某的社会关系进行了梳理，结合大数据的分析，又先后找出他身边的多名情人，最终一个福建籍的女子谢某进入了侦查员的视线。她与张某在工作中相识，逐渐发展成为情人关系。那么通过谢某是否就能够找到张某？谢某在北京的落脚点究竟是哪里？有备而来，他们疯狂作案，终落法网，他们悔不当初。暗战一线正在播出。案件的侦破工作立即围绕谢某展开，侦查员发现谢某的关系人多且复杂，但其中一个名为老孟的男子与他的关系尤为密切。那么这个老孟呢，我们就非常感兴趣，因为他第一个他不是北京人，平时啊外出也很少，说话也很谨慎，基本上就是那种昼伏夜出的那种。谢某名下有一辆越野车，但卡口信息显示，每次这辆车出行，开车的都是一名体态偏胖的男子。每次都把那个车辆的遮阳板打下来，然后还戴上口罩，明显有这个躲避这个抓拍的这种行为，我们就觉得这个男子非常可疑。那么，开车的男子是不是老孟？老孟的真实身份又是什么呢？在调取了大量的路面监控和卡口信息后，侦查员还原了这辆越野车的行动轨迹。最后追踪到这个车子在房山区的某一个小区里面，每天晚上都停放在这个小区里，于是我们把这个小区做我们重点工作的区域，开展了布控。经过秘密走访，侦查员发现谢某在这个小区里租了个门面，开了家养生馆，但大多数时候这家养生馆都是老孟在经营。为了确认，我们安排我们的侦查员呢化妆侦查，进去识别，就是假装我们要做一个那个养生呢。我们对养生馆及周边的区域我们都进行了严密的布控，每一个道口、前后进出口、相关楼道，包括一些作案制高点，我们都安排了警力进行了布控。确认就是这个对象的话，我们就动手。幸运的是，侦查员进入到养生馆后，接待他的正是老孟。经过辨认，侦查员发现他与张某的体貌特征高度相似，抓捕行动立即展开。怎么了？叫什么？叫什么名字？我名字。张宇。这个就是你们发的证件是吧？在张某的暂住地，侦查员找到了大量张某用来遮掩身份的假证件。张某到案后，很快就交代了当年跟他一起作案的同伙王某和潘某。侦查员立即对二人进行分析研判，兵分两路，前往甘肃省嘉峪关市和贵州省榕江县，于2019年9月1日和9月3日，分别将王某和潘某成功抓捕。至此，1999-114持枪抢劫杀人案的三名嫌疑人全部到案。该案的成功破获，领导的高度重视是前提，正确的侦查思路和方案是基础，大数据的广泛应用，
及各警种合成作战是保障。专班民警顽强拼搏的精神和扎实的工作作风是关键。审讯工作随即展开，据三名嫌疑人交代，他们是在打工时认识的。1999年10月份，张某想到北京发展，并让王某、潘某跟他一起去。他说要去那里做那个保安，他要开那个保安公司。他说，哎，就是搞支枪啊，去那里能稳得住，怕那些黑吃黑的那种。这个王某就和这个潘某一起，通过他的表哥，通过这个潘某的表哥，购买了作案的枪支。因为没钱购买北上的车票，张某和王某就动了抢劫的念头。考虑到麻城处于三省交界处，交通便利，方便逃跑，他们决定在这里作案。但因为他们事先踩点的地点过于偏僻，大多数司机都不愿意去。在他之前也问过别的车是吧？啊，问过。但人家都不愿意去。嗯。只有他愿意。嗯。你们找他的时候没有说考虑过他是个女司机，到时候会比较好下手？就是考虑到他是女司机嘛，就是说女司机，下，然后他就走了这样子。面对凶恶的嫌疑人，娄某本能的激烈反抗。由于担心娄某的呼救声引来路人，情急之下，王某残忍地将娄某杀害。不要贪恋财物，钱包啊，现金呐、啊，他要什么就给他，同时不要激怒了，甚至说做出了一些危险的举动，让犯罪分子做出了一些不理智的行为。从1999年11月案发到2019年9月，三名嫌疑人全部到案，时间过去了近20年。三名嫌疑人一开始因为担心事情败露，也曾想过要投案自首，但最终却选择了抱着侥幸心理逃亡藏匿。那么对于在逃人员的追诉期有没有时间限制呢？我们来听听中国政法大学罗翔教授的解读。从一般来看呢，追诉时效最长是20年，但是呢，法律同时还做出了一个特别规定，他认为呢，如果被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过了20年，仍然有必要再追诉的，那报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也可以再进行追诉。同时呢，法律还规定了追诉时效的中断和追诉时效的延长。什么叫追诉时效的中断呢？就是在追诉时效之内犯新罪，那么以前的那个犯罪的追诉时效从犯新罪之日起重新计算。同时还有追诉时效的延长。什么叫追诉时效的延长呢？就是有两种事由导致不受追诉时效的限制，就可以无限期的追诉下去。一个呢，是在公检法三机关已经立案侦查审判，逃避侦查审判的，不受追诉时效的限制。所以在这个案件中呢，因为他是在追逃期间有这样一个逃避侦查审判的行为，如果这个东西证据是确凿的话，客观上逃避了侦查审判，主观上也有逃避侦查审判的这样一个意图，那他其实是不受追诉时效的限制。当然法律还规定了一种追诉时效的延长，就是为了解决老百姓告状难的问题，就是如果公检法三机关应当受理案件却不受理案件，导致时效利益丧失，这个也是不受追诉时效的限制的。三名嫌疑人到案后都表示非常后悔，但是再多的悔恨也无法弥补他们带给几个家庭的巨大伤害。在此我们也提醒广大的女性司机朋友，夜晚开车尽量不要去偏僻的路段，一旦发生危险要保持冷静，保护自己的生命安全是第一位的。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法治资讯，可以在微博或是微信中搜索一线，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下期节目再见。